所以我们今天学佛，我们已经闻到佛法了，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们为什么还整天觉得这个不珍惜，这个不满足呢？我们有智慧，但是我们这些智慧都是人间的，我们要把它变成佛的功德智慧，要忏悔自己的过去。我们生执佛事难呐，得遇正法难呐，所以我们今天虽不能生执佛事，佛住在这个世间，但是有幸佛的正法还在这个世间呢，我们还能好好的学呀。我们更应该把握种种的因缘，好好的听闻佛法，尊重供养，所以精进不懈。你们想一想，你今天长得面目清秀，你一定上辈子供花，你的眼睛好，一定是你供过油，你的口才好，你一定口吐莲花，你的人脑子清净，没有灾没有劫，你上辈子一定有修啊。所以一切都是你自己上辈子和这辈子的唯心所造。你自己今天要想信解行正宗，你想解脱要相信，你要修行，你要证得佛果，你要相信他，你要远弃古佛心印，你要把菩萨的正能量牢牢地放在你的心中，你让你的八十田中的佛性来面悟你本来的九世田中的阿摩罗世的本来的拥有的佛性，这就是我们叫契合心佛合一，你这样才能一世修成，永断轮回啊。